细讲，有时候我们都没说。前几年在大内吃过。哦。大回有。不怕钱，怎么说？你带来光芒了。啊，是个杯子代表。哈哈哈哈哈！不简单，和我儿子年岁差不多，我儿子到现在还没有女朋友，你已经会结婚了啊！啊，咱讲哈，咱的楚风啊，和咱的红雨啊，这个啊，今天的喜宴啊，我们看起来都是只有这个咱的相逢的亲戚而已。啊，若要交，若要连朋友要啊。外口的交陪朋友出来，今天大概要超过300。对，爸爸很谦虚，就可以去。我拄下来，我先搞的时阵，我再研究一下咱底本翁家这个辈分的关系，发现说非常之复杂，我到现在复杂还搞不清楚。你怪怪的。你归你主。67岁，这好不好？67年制啦。对啊，67年制。我五十三岁，我我70年次刚好，你你清朝的啊，你。啊，多少个懵了？翁志宏55年次，你来叫啥？接工作。翁志宏，你叫接工作。做。啊，你要我叫？你爸叫接工作，你要我叫？还叫太做哈？太做，已经超了阿泰。啊，翁志宏，因妈妈，你要我叫？泰州嘛，泰州妈妈嘛，滨州嘛，来来来来，阿妈，阿姨哦，新郎，咩我叫这阿妈，叫几代？几代呀，翁大哥？阿妈，来几代啦？哦，哦，高雄诚意酒店的住宿券给你们两个。哇，你再说一次。小苹果结婚，你把他们接我，绝对无可能。宾主某宾庄嘛，我有原则的人哈。那一家饭店就是你找细老游泳底骨泥堆当洗完梳理，你们要准备泳衣泳裤到那边去泡。愿意在双方家长共同见证之下，成建立一个啊新的家庭。来霸道来掌声好不好？各位县长行程满满，感谢感谢。我们如何的经历都亲自哦到我们现场，欢迎饶庆林饶县长，县长好，县长好。希望乡亲们大家踊跃来参与哈、哦。那主持人没有错，就是我啊，美女来请上台。哦哦哦，我查你。那请大家尽量好吗？来，徐老师，一般这个时候呢，大家比较。